你心的地址，不敢想过去，轰动的情，懵懂的心。今仔的你，敢有伊疼你、惜你、爱你？你我拢不愿放弃的情谊，当初脚步行离开。个人贵有缘无分，两个人在命运的创治之下，放弃因的感情，也阿梅嘛照悲惨的命运行，一个相亲就酒馆，想不到欠债在意外借尸还魂，变成别人的翁，也欠着两阿婆摊开打劫，结果阿梅谋杀前夫了。三个为了帮助阿梅渡过难关，决定冒着触犯天条的危险，附身在阿土这门身躯顶，要带大家做伙来地府找天灾。但算讲要叫天灾，甲起来水分明。是第一届来啊，反正大家嘛拢是第一届来的。大家好，这就是阴间地府，忘唔对啦，欢迎恁大家来参观哦。今麦我就带恁来去找五天灾的分片，多行。还是众文姐，你是倒一个神明啊？我唔是啥物神明啦，恁误会啊，我只是住伫个家，啊住久啊就啥物拢知影啊，我叫做关山哥。哦，你好。我叫做阿梅。你好，我叫做林贵。那呢，就麻烦你坐了。嗯，对啊，来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头先啊，敢那么看过这面熟的呢？你是有被讲啥？嗯，那可能就面熟的啦。伊是鬼呢，平常时那可能看得到啦。我跟恁讲哦，恁爱跟我行较歪哦，爱直直行，莫白看哦。啊，若无然后其他的鬼发现讲，你跟我唔是同款的，就有可能去用掠去哦。奇怪，安尼拢全部五点才分片，应该伫这才对啊。上好是安尼啦，阮规路都拢找无，我靠，你根本就是分家鬼啦。就是讲咩，阮鬼还工哦，来到恁地府。结果受到性命的危险，结果你老母指出来，真正是真笑的呢。对啊，我去找，恁伫家等我。不，我去找啊。你想找有啦？哎，拢找无高天才，谁就难玩呢？哎，既然找无叶昏天。我是吴天才，表兄，天才，敢真正是你？哎，天才啊，你到底是有死是无啊？废话哦，当然嘛死啊！拄只哦，我伫阿边无闲，才听无着人甲我叫。恁来啊，拄好，我有一寡代志要甲恁交代，阿妹。你甲我是我的母，我把全部财产拢交予你，啊，不过公妈你嘛是爱办哦。好，我知影，这个代志我拢会做，我一定会尽我的本分，做好魔界的人，袂让你落亏的。还阁有啦，你三年九年的时间一到，咱阿母的关系就结束，到时阵你若要改嫁别人，我嘛同意。你敢真正愿意放我自由？当然啦、啊。我话吼拢讲出来，因买单替我做证啊。以后吼你爱好好过日子，我祝你幸福快乐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好啊，我代志拢讲煞，你会当走。哎，天才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做你问啊。你到底是安怎死的？哎，
迄天哦，想要啉伤多，才会无说你，跑来高志去饮死啦。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原来是安尼哦。感谢天公伯阿斗三工，这个让大家因爸母会当安平平安安回来，感谢感谢哦。你不是说这个人头痛啊，你看啦，乌龟波结果呢还加了工的啦，你真的很不容易。哎呦水母呀、啊、我都已经想办法做到这个程度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看我们是赶紧走啦，才不会出事啦，走啦走啦。走啦，奇怪，阿哥天才不是已经死了，伊的原神宫哪个伫啊？妹啊妹啊！哦，是妹啦，你是你呐？啊，你哪变到安尼啦？敢那比顶边佫较严重呢？哎呦，三哥啊，顶边哦是阮超工哦，甲你创滴个啦，是叫你去变麻烦啦。这边哦是真实的啦。阮哦都无照时间，甲这个五天财分票啊交去王先生，啊想袂到哦，啊伊嘛无照时间哦去报的，啊阮只好阮的定时搞收你个金子是哎呀歹呀。我找无五香财分票哦。你在讲啥？你要去找伊？你是不是要去惹麻烦啊？你讲。无话话。还查个票哩？查个啥？土地公已经向本府提出申告，你大主大义，无经过通报，带人游地府，你可治罪。是的啦，我不是超工要还天条的啦，我当然是想要帮助我的文件人渡过难关，我知影我唔对啊啦。现在你是初犯，本府就罚你入地牢七天。是。嘿嘿嘿嘿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哼，啊你阿妹执迷不悟。那是空，你看这摆土皮疼哦。嘿嘿嘿，乌白无常，听你。在。七年来，您若是无甲五险财分别掠倒转来，违反天条，您的下场会比芝麻更加凄惨落魄，听到无？听到啊！哦，啥鬼讲啊？拢啥物事？啥物正事啊？我袂得。阿贤，阿贤。药啊，抓好啊啦！给你加油啊，探秀玲吼，白家也开心好哦。我跟你讲几啊百遍啊，我不是你阿婶，我是五千代。哼，原来你也吃啦，好难找着哦。呵呵，这家不能去收，一家该分钱哦，搞成个滚去啊！无唔对，进来加油啊！我不爱吃啦，无安尼啦，你归好死啦，死死甲归去啦。你卖闹啊啦，阿是三岁囡仔，紧来啦，加油啊！我不爱吃啦。哎呦，我你嘴子都烫着了啦。哎呀，来哭啊！哎呦，你先甲嘴子收起来，袂晓哟。哇，阿你两个在讲你啦。有阿龙怕算啊啦。我不想，伊来了我，伊来了我。不行啊！你呀，我无什么事，我不想，不想，我不怕掉啊！你呀，真是的呀，真是的啦，你呀来！哎，我妈妈，阿姨那看到咱，哪奇怪啊？我的想哦，应该是死过一届啊，所以这卖体质哦，会当通阴阳啊啦。阿姨哦，阿奶奶，咱来去给他等啊。啊、你一个噪音啊，敢记载我两个会调？就是讲，我才看你要有什么办法对付我。你赶快放你的刀位！你叫老兄进来啦！哼！哦，这个人，邓小姐。哦。小慧，
你怕你欧美武雄啊？你那么厉害啊？你当时欧美啊？我阿公以前是武秀才啦，啊，我细汉时阵吼，又教我练拳。啊！张生啊，我靠，那这个太有气魄了啦，林南酸。走走啊，您走啊啦！好家仔，有你伫我身躯边，小花，我决定啊，我唔爱走啊，我不该做伙。你讲的是真实的啊？不，你照做。好，我照做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我袂阁离开你，绝对袂放弃你，咱两个永远做伙。第五一天用干一年，多年经过两年外，阿梅甲珍贵结婚生囝，也天才为了珠宝，决定要用李亚成的身份，甲幸福过着翁某生活。两个人嘛生一个囝，一切看来是风平浪静。想袂到天顶阿阿婆伫外地播书教的一天，又过来起变化。哎呦，卖怕啦！运气已经这么歹着，用车小车来到这，啊，未见效呢啊！拢是你啦，叫你卖个所有钱递落去，你又是不爱听，真正是讲袂准听的。好啊，袂啦，差死！啊！啊！是安怎啦？你不是小姐，咱是不是看到鬼啦？像伊讲，死鸟惊走，活鸟鼠。天顶阿婆煞去拄着天灾，天灾死里好生，会引起什么风波呢？你不是小姐，咱是不是看到鬼啦？杨氏啊，老师人在家。阿妹，你刚是要去来领公车？师傅，是啊，领导，领导。我能卡了，师傅，我能卡了。我要找上，现在停下。你目睭闭下开，我有脚有手，咩就算是鬼啦。天才甲兄嫂讲伊救死还魂的经过，阿兄嫂嘛解讲，伊死了后，阿土即嘛做法，和三哥传落去油地府。一个天才嘛，亲嘴讲要将所有机会交阿梅来继承这条代志，绝对无可能。我无可能讲出去反悔。我靠，一定死定啊！去啉了苦仔水，无来去用骗骗去啦。哦，听你安尼讲，真有可能哦。对啊啦，一定是阿姨想要替林贵哦抢我家的财产，所以才搬这出戏，把咱当作是真的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讲阿姨要占阮家的财产，这位是安怎讲？拢是阿姨你做主的啦，伊要带阮去地府找你啊。结果阿姨即摆把所有的财产拢给阿梅，而且阿梅即摆阁嫁给林贵。什么？阿梅嫁给林贵？伊是我的宝的，伊哪会当嫁给别人啊？阿成是咧讲啥？伊的宝就是我啊。哎呦，天才啊，那无可能啊！啊，事实上，这阿梅已经嫁予林贵啊，而且哦，佮咱五家的财产都要做客刷呢。你敢知啊？你即摆规工哦，大鱼大肉，食穿拢免烦恼。人即摆日子哦，过到哇尼啊幸福，你都唔知哦。阿梅小传你问的，我死啊，伊应该替我酒馆才对。你来当个邻居做伙，来霸占我家财产，实在是我哥。我一定要回去，把我家财产全部退回来。敢讲，伊真正是吴天才，不是阿成？安尼要安怎？
伊若是当去做五天仔，毋是就会离开我？多谢多谢。啊，闪闪闪，免搬啦免搬啦，闪啦闪啦闪闪闪闪闪闪闪。天天仔，你毋是已经死啊？啊，你哪会死？天仔，刚刚你是袂放心我，才专工为地府倒来看我呢。你嘛别乱讲话好嘛，我小弟哦，即卖是人，毋是鬼呢。对啊，我小姐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诶，伊即卖死了后，佫活起来，就是要找你算账的啦。放掉。我是等下找你算账，想到恁竟然变鬼变怪，百种五怪财散。我跟你讲啊，明仔载我再跟你讲，我爱你讲五怪财散，全部吐出来，一生活都不用见。天仔，你先冷静，你先听我讲啦。舅啊，拜托你听我解释，我有要清账五怪财散。啊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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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莫讲我就废话啦，加讲的。哎，行行行行行行行。哪里啦？师傅呀，今嘛咱的机会来啊！咱先解决咧无重要的任务，再来处理这个外天灾。白苍苍啊，咱哦，即卖功夫啊，无多拍赢迄个幸会啊，啊时间要到啊呢，啊你讲有啥物方法哦，会当甲伊五天仔分别搞倒转来啊？有啊，一届五天仔分别，绝对哦倒袂出我手掌心。真实的哦，安尼你紧甲我讲哦。咱即卖来配合天才，因咧大兄大嫂杀人计划，然后来一个来神通活鬼，那安尼绝对就是万无一失咯。为了要将天才分别掠倒转来，乌龟武雄甲天顶红阿婆联手，三万两处相关世界的天才，即摆敢够当活命咧？天才啊，阿弟当换到转来哦，真正是照顾的啦。阿这五界财产哦，本来就是你的啊。啊，这几年哦，拢是阿妹啊，你管你五界财产啊，啊，拢伫遮啦。啊，你看嘛，你收起来啦吼。阿姨。多谢你哦，替我主持公道。本来我俩准讲哦，你的家庭是爱斗共好势，来将阮家的财产，想要到你老公老，搁知影真正义理，未歹。阮才不是这种人，娘娘，五家的财产是你第火的时阵，拜托阿妹替你安排的呢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天才啊，五家对我是有温情的啦。我这世人哦，绝对无可能将五界财产。啊，不过当初真正是有一个叫三哥的查某囡仔哦，带恁过来，因在地府找你啊。啊，你今下当换做转来，啊，要甲财产摕倒转去。啊，我嘛是足欢喜的。啊，不过你得要相信阮恁过来，伊绝对无讲白话。阿姨，有地府这款代志哦，想啊，我才不相信。就是讲啊，这尔啊含的代志，较有可能是真的啦。你想想的哦，我迄个时阵较想够戆的咧。我想听过这个看门啦，啊，唔过这个什么关沙鼓，我连听都拢无听过啦。吼，真正是戆到叫鬼看得见。我想哦，你应该唔知是用什么手段，害咱当作真正是去游地府的。你莫讲回古天哟。我无做歹代志，我相信关三哥从去地府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不是假。哎，您讲迄个关三哥传去地府是吧？我呢，阿姨，你把叫个关三哥传去地府，惊惊挂挂，啊，无好，无证无据，我是要怎相信？好，我传你去地府。为了要证明金贵甲阿妹的清白，阿土即马都随做法，
要请三哥传游地府，不过因为三哥在地府比家境的时间也未满呢，所以阿多今晚安怎嘛请无三哥来引路，因此正人才你这连一点啊动静都无，还阿多今晚唔知要如何是好。阿姨，你念偌久，我来坐偌久。阿今晚谈小二在家，阿是要安怎？真正是足奇怪嘞！啊，这个你是安怎都落去的？啊，顶阵林队甲张丁海拢大家拢有咧地府啊！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那你嘛好啊，卖搁爱闹嘛，哎呀，轻轻的啦，卖浪费我的时间啦。啊，还关录音哦，这款代志啊，根本就装笑的嘛。我警告，卖提这老布一块话无的，明仔载把我看看，就搞死出去。能够翻书的存老波，他们在这发现机会跟宝兄占便宜，如果会有爱计算的个性啊，硬要将金贵人赶走啊，安尼阿妹是要如何证明自己的清白？三哥才出来风波，敢我都改观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关三哥报恩。关三哥是伫民间流传用灵魂出窍方式造作鬼王亲人的关灵法术，叫法师请神带人的一魂落去地府。这关灵术哦，甲关三哥、关老阴呢，啊，这三样物啊其实是相同的。规个灵术诶，就是讲一开始诶时，啊，大家要关的人呢，啊，拢坐咱一条椅啊，啊，目睭呢，拔一条红筋啊，这个筋啊内底呢，有一张符灵。哦，这条符灵呢是要来人传我的，啊，然后法师呢在边啊唱这个请神咒，你这个信仰呢，那有所感应的时呢，啊，发生事呢来给你传。被关的人必须要烫只脚打地，那看到什么景象都要随下手。法师会根据信众所讲的景象，再过两步同款的开路就义，让信众会当顺利进入灵界。